不疼。他说有点喷眼袋子啥的。嗯，严重吗？那严重。你老有点像，你俩有点起过了。本来。别动，该修了啊！不要动。嗯。疼不疼？不疼吗？忍着。忍着疼吗？肯定有点肉。应该不疼的。嗯。哇！哦，刚才那给我妈带来去，你拿一桶来修修。哟，真是的。跟你说里面有指甲，你也不信。这就不会疼了。啊，这没有对长就快了，哎。两三天就好了，这还疼不疼？这不疼。这里面就有指甲，你看那个肉白了，都不白了。嗯。嗯。你哪天找个大夫来修修？看那边时间是不是？半个月你真能忍，早点来嘛。考试吗？上高中，哎，上高中，你还感觉是上高中还有点短是吧？这边你看也没剪好，下面这个也不剪哦。这边还可。是原来不扎还是苗剩？我先扎了。长得有一点。但不多，有一点。